因为领队导游就是你要训练一个东西，就是说，别人在吃饭的时候你要更晚吃，别人还没吃饱，你就要讲。老板来了，有没有认真？有认真，有认真。老板好。怎么都一直在吵谁的人气比较高？对对，没有，这主要是主席人气比较高。对。那个汗先擦一下。对，汗先擦一下。等老板走远，在那个。而且刚刚呢，伊阿安这个直播哈，那个人员也是要管制。他都没管怎样的熊熊照的。对，这不在 round down 上哎，那大家要看 round down 嘛。你故意用软体，你真的。主席就说要有青年活动嘛，然后新媒部。就跟主席报告说，网络上很多人敲碗吴征跟王一川，主席就、主席就说，哦，好啊，这个就吴征跟王一川。我觉得新美是故意弄我们的，你知道吗？他都不点名别人，然后呢就叫我们两个，因为领队导游就是你要训练一个东西，就是说，别人在吃饭的时候你要更晚吃，别人还没吃饱，你就要讲。老板来了，看看有没有认真，老板好，怎么都一直在吵谁的人气比较高？对，主要是主席人气比较高，我们两个都不足为奇、我们是怕这个转换率，我们没有认真的宣传，然后一定要把这些人气对重点不在人气，重点是在礼拜六招募的党员谁比较多。我们刚刚有协调整合了是吗？就是我们会把那个队伍哈、排得比较整齐不会偏重一边不要伤了和气。对，但是这样我就不知道谁实力比较好啊。吴征，主席，我跟你推荐，我们都很认真。哇，主席今天怎么有空来？刚好、今天看直播啊，看直播、所以特别抽空来跟你们加油打气，谢谢你们、主席要不要跟线上的朋友打个招呼？好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谢谢你们支持。这个王一川或者是吴征是本党啊两大支柱，两大台柱了，就像电影里面我们两大台柱啊，谢谢你们支持啊，他们都很认真啊，但是呢还需要大家再给予他们支持鞭策啊，就好比说两个人不断的在吵谁的人气比较高，人气是虚的，最重要是实质的成绩最重要。好比说我刚刚有讲礼拜六招募的党员谁的号召力比较强，这个对党对台湾才有实质的贡献。你这个每一次都在吵谁的人气比较高，这是个人的虚名，这不重要啊。那第二个呢，好比说你们有没有办法冲到共同的成绩，订阅 YT 的目标10万人，对不对？这个才是实质嘛。所以今天我特别来给他们加油打气，也给他们定了两个目标，一个是短期的，一个是中期的。那也许大家会问说，那长期的呢？那长期以后再说。好，主席，你这个叫加油打气嘛？是啊，你是在给我们压力。压力就是加油打气，压力就会长得更好。对，几民进党假头咯，叫做困难。老板来加油打气是给压力的。好，因为有压力才会成长。OK， 好了，好，谢谢主席，谢谢主席，勉励，谢谢吴征，好，谢谢啦，好，谢谢，请多多支持，谢谢，拜拜，好，拜拜。这个汗先擦一下，对，汗先擦一下，等老板走远，在那个，他刚刚的意思好像是说我们不能空口说白话，要交出成绩单的意思，是这样吧？我是刚刚呢。伊阿安这个直播哈，那个人员也是要管制。他都没管怎样的熊熊照的。对，这不在 round down 上哎，那大家要看 round down 吗？没有这一趴的，没有这一趴。真的没有这一趴。以后直播要控制好，你规个拢乱起，你知道吗？人家线上准备来看咱两个。幸好他不是在我们讲那个终身党员要讲一半的时候被他走进来，但是他有在外面偷听，我不知道。对，这个刚刚主席已经下达命令了，放送事故了，放送事故。礼拜六，礼拜六大家一定要来入党，入党。
那当然有一些人说，哎呀，我已经是党员了，我可不可以来？嗯，当然可以来，可以来，可以来，好，可以来。